篮球小龟。小不点儿，害怕了吧？哇哦，你这是给你开开眼界。哇，是篮球。从来都是百发百中。篮筐的高度好像有点不对呀。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呀。今天状态不好，我来试试呗。小不点，这是巨人的运动，不适合你。这没什么难的嘛，原来篮球这么好玩啊。萝卜兔，你干嘛？这不可能，土豆你这么矮，你这么笨，一定是那篮球有问题。我一定是还没睡醒，刚才在做梦。哼，谁说一定要高个子才能玩篮球的？篮球应该就是掉在这附近的。在这儿呢。看我快速运球。再来个人球分货。老爸，看看这次还会不会投进？1、2、3、2、1！
来这次又有好戏看了。嘿，大宝宝，你看石头手这么高大，这次是赢定了。这次我不会输的。